就新装备改版之后，就相对于啊，不用闪吗？这边那个人，哇，雀巢也没用啊！哇，为什么没人跟了？跟不了是吗？女警有位移，她可以。我靠，上路直接一级被单杀了。阿贵，你看点戏。知道为什么不用E吗？要杀两个呀！这不想，这设计师不想让人出黄蜂的话，就感觉存在的意义就很那个。因为女警其实挺吃不进的，我操，还有闪吗？这个人，妈，你都杀了三个了，你还有闪？我又是上盘那个瞎子，这瞎子没闪，这不他死了。卡莎好像在搞，对面的人在，对面有人在搞，对面有人在搞，就出一个那个叫什么，出一个，哇，我们这波你们，哇，这波我们扛塔是对面塔一下没打到我们的人吗？这么黑吗？这卡莎已经心态崩了，在搞了已经。晋级成功了呀！兄弟们，准备好，恭喜自豪，贺喜自豪。我他妈这个狂风之力还没有把他秒了，我自己还死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兄弟们，这波撞他枪口上去了，也太滑稽了呀！兄弟们溜，兄弟们溜，别送，这波等字好，等字好。这波我第一神不想用进化，看到那个塞拉斯了，我知道要用了。其实也不是看到塞拉斯要用，是看到自己的伤害不够的那一刻知道要用了，还是晚了，直接用那个圣包死我也不会死的。没必要，那个圣感吸引他身边一定有人，但是确实我这周围的视野都很好，只是没想到伤害这么低，哎，可惜，太废了。啥呀？哪来的狠气啊？好哈，
就这样吧。这瞎子我真的服了，阿娘心盘的那里打到我们的 Nice都往上跑了 ，I'm coming， 这边输死一波。Nice.